欢迎徐凯哈！耶，太棒了！你为什么又来了？啊，来找你啊，少哥。<笑><笑>对，我就是之后每个礼拜可能都会来找你。你自己宣布的？啊，没办法。有人跟我讲话。<笑><笑>没办法，就太想你。好，因为上个礼拜就是徐凯哈表现得非常的好。 我们是决定录取他，语出惊人。对，可以有可能，如果说今天No Name表现不错，下礼拜换那个。哇，你这么容易换人啊？就是如果那你有点像五等奖，就是蝉联就可以到下个礼拜这样。好，没关系，我就是会尽力的表现好，希望永远都是都是我。好，你应该很希望就是我一直留在你身边吧？非常。对，再也不要换人了。<笑>我们两个重建开始就是融为一体，好，可以吗？ 第一条比较严肃的新闻，你要不要报一下？你报一下好。好，百大 DJ 艾维奇在半夜的时候突然过世了，我们先来看一下。Show is tomorrow. Show what time? Yeah, sets 9:30. So still. So we'll be picked up. 其实昨天晚上还有发生一个喜事，就是陶曼曼居然结婚了。哇，是不是很突然？真的很突然。你看到新闻有吓到吗？我吓到了。你第一秒想说，陶曼曼谁啊？<笑><笑>没有，就是我觉得，反正现在有很多人都是闪婚嘛。对。对，但是我看到这种还是会吓到。可是因为黑社会这件事情，你应该没看过吧？你小时候看什么节目长大？我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没有黑社会，我还是有经历过。那你小时候看的综艺节目是什么？康熙，还是大学生了没？我大学生了没，其实我进大学生我才开始看的。哦，你本来不看的。对，这么惨。不是，没有，我想要看我自己的表现，因为我年纪都比较小，11点要睡觉，对，要保肝。对对对。哎，那你看大学生了没播的时候，你会想说你今天讲的话有没有被剪掉吗？ 其实我每天都在注意，然后只要被剪掉，那天心情都会很不好。真的假的？对，因那 Q 牌一直举着，真的很被欠揍。没有，到那个陶子姐都已经不想 Q 了，我就一直举着，然后一直这样子。<笑><笑>那你不是很常心情很不好呀？一直被剪掉。画是还好，因为我的画本来就很常被剪掉，但表演被剪掉才会。表演被剪掉就会。对对对。 还好我们这个直播剪不掉，<笑>想剪都没办法，所以我才会就来这边主持，<笑>因为大家想剪掉的话都没办法，<笑>好累哦，<笑>所以就只能靠你了。好，我想陶曼曼的婚礼有非常多人去，包含很多黑色美眉，你们看那个啊，我们先看新闻好的话就可以，我们看照片，好，看一下。 Come over tonight. Yeah, you wanna make up and make it right. Bu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se they can do. We try to make it work this time. We have let go of.
哎、欸，你看昨天他的婚礼，然后你看这是小蛮po的 IG， 然后呢很盛大哦，我来翻几张照片，然后这是伴娘团，哇，这你认识吗？我，哦，这样看得到吗？可以哈，你看黑色妹妹有三个都黑色妹妹，哪三个？这是可比，这是鸭子，然后这是鸭头，然后这是周小涵，要放那么大是？周小涵、张艾雅，然后简廷瑞，嗯，超美，你怎么都知道？哦、因为我有上网查一下，不是看你也看得出来吧？你有去吗？而且网友都说他非常有礼貌，就是他们说伴娘不能穿的比新娘漂亮、哦，对他们都穿的就是把胸部遮起来，很保守，然后也瓶口也不能露太多，然后腿也稍微遮一下，礼貌穿搭。对对对，你懂这个？对 对，一开始我都不懂什么，不能太突出。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礼貌穿搭、欸，然后你看这个是爱上哥们的合体，因为他慢慢演出那个爱上哥们偶像剧，非常多人看。然后昨天刚好剧中的人，哦好，昨天啊，好好好，这样，昨天刚好剧中的人都有到现场，就大家都非常的温馨。好啦，一直反光不给你们看啦，你们网络上也看得到吧？对，那重点是你有去吗？有，我们都有去外面看一下。好，下一条新闻，上礼拜有一个新的综艺节目播了。叫做创造101，你有在发我的节目吗、嗯？有，我那天就两小时都献给这个节目，然后一直等不到雨山。喂喂，怎么被剪掉了、啊？这段那个导播帮我剪掉一下。直播不能剪。好，那你看完那两个小时，你有什么感觉吗？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嗯，就是好好看。好，当中有一段讨论度最高的是陈芳宇、嗯，他不仅唱了歌以外，还跳了一段舞，还 solo，、嗯、然后呢还被评为 A 加，而且重点是他跳的舞是 locking， 就是跟你有一个 PK， 就跟我一样，要不是他没有去参加上次那个比赛，不然全台湾可能是他的第一名。但他真的就跳得很好，就是因为一般人就可能觉得女生应该跳那种 jazz 啊，或者很性感的那种，但他一说什么，他就喜欢跳什么 popping locking。然后那时候就非常你就想说，看你能多会跳这样，你内心是不是想说，哎呦，女生跳 locking 是能多好看？对，结果跳完之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好好看。那你有把它评为 A 加吗？对，我觉得它肯定是 A， 因为它歌声出来就是太惊人了。嗯，对，惊为天人，惊天动地，今天有下雨。今天先来看新闻。声音就是第一个让全场沸腾，然后惊艳的一个团。สวัสดีค่ะ มิมิลี่ค่ะ 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ะ Hi everyone, I'm Kimberly a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ustralia. Oi, tudo bem? Meu nome é Lúcia. 想问一下陈芳宇，你怎么会来？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个人出道的歌手，而且你有代表作。因为就是之前我在类似 training 的训练，然后后来到台湾之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跳舞。那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其实很不介意从零开始。我现在特别想看你跳一段舞。OK， 我最喜欢跳 popping 跟 locking。Cool， 可以 ，Let's do it。You're moving so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Talk to me, baby. I'm rolling up on this city, baby. Whoa. Let's lose our minds and go fucking crazy.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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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keep on hoping we can keep by the ocean. Okay. 哇，非常的卖力。
妈妈，我要回家。有两个 A。有两个 A， 但是有一个在我心中是 A 加。A 加，哇，哎，是被评为 A 加，是不是还要是要表现出非常惊喜的表情？即使你内心觉得我就是 A 加，没有，就是 A 加真的，我看也是真的觉得就是 A 加，就是因为 A 已经不足以他这个容身之地了，一定必须要 A 加。好会讲，虽然说我之前才被评为 B，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啊，对吧？所以想必他 A 加一定是更开心。那你看完他跳这样 Lucky 之后，你有觉得说，哎呀，这个女的真的不得了，这女的不得了，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哇，你这样放话、啊？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女生跳 Lucky 本来就很不容易，而且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一般人会觉得女生跳 Lucky 就是可能比较不好看。嗯，对啊，所以刚刚我们没有这样觉得哦。是你没有没有，就是刚刚陈芳宇就是也示范出一个很好看的。除了陈芳宇以外，还有厉害的人参加，对不对？你还知道有谁吗？我知道很多人啊。好，还例如AND 的嘛，然后还有 Populady 嘛。怎么紧张了一下，东西都掉了。你干嘛紧张？没，因为我本身也很期待那段，结果后来没有被播出来，我就上网找出那段，就觉得说你有找到吗？有，然后就觉得说哇，站上那个舞台压力真的很大。对，因为我看完雨珊跟宝宝跳之后 ，Ella 居然还说 Ella 就是 Ella A。哎、欸，通常是要等他讲完，我们再继续讲，还是说什么情况？难以控制的徐凯啊！反正 Ella 就有说，我可以继续讲。他说什么？你讲，你讲。他就有说，跟他们之前看的都差不多，没有进步特别多、嗯。然后就觉得说，哇，台下的导师都好严肃、哦。而且他们还是跳就是 SHE 的歌。对。对，然后又要在本人面前，压力好大哦。对。那个舞台真的是一般人真的不能上去。嗯，连打扫阿姨都不可能。哎呦，压力好大。对，站上那边真的压力太大了。好，所以你刚刚说还有另外一个团员是 AND 那个团员，对，他之前其实他已经有在演唱会遇过那个黄子韬，对不对？对。然后他居然在台上问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哎，问出这个问题也很大胆哎。对，因为黄子韬有可能会说不认识。可是他竟然就回答认识。或许脚本其实已经有写好。好了，我们先看他的表演。老师，你有看过我吗？尴尬，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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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泰国的？对，我是泰国人。是不是在我演唱会的时候？对，老师，我是那个幸运儿。然后被我抽到了是吗？对。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化妆，骑摩托，再试试，嗨起来，哇！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谢谢老师。在台上看那些粉丝在为自己喜欢的偶像尖叫，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如果我人生中能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那会有多好。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梦想目标。我心卡贝贝呀，走三关，我该我所以有会丢。
心之上往不穿。来，我心卡白眉啊。没了，所以关键的不唱完啊！没办法，就是再唱下去可能要付钱了。我们不是已经有付钱了吗？我们不是要付钱吗？不够是不是？没有。我看现在的人很流行清唱，嗯，包含陈立农也有清唱。哦，对，你有听他唱这首歌吗？你说刚刚好吗？对。有。哎、啊，付钱了，付钱了，钱付的不够啊！没有，其实我是忘记歌词怎么唱、啊。那你觉得那天听完陈立农清唱，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很好听，因为毕竟旁边有他的侄子在干扰。嗯。然后他还能够这么稳健的，就是不动如山的这样唱完，他是很厉害的。而且就是平常，其实我们在那个宿舍，嗯，他其实很常唱。这么吵。没有，不是不吵，就是很吵。你们会比他侄子还吵吗？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没有，重点是，所以有侄子也还好吧。重点是我在宿舍也会一直唱歌。哇，那你们是 PK？ 对，然后他都会就是来纠正我唱歌，而且他都说徐凯，你是认真的吗？就每次我唱完，他都会有这种反应。可是他纠正你唱歌算是合情合理啊。对啊，因为他毕竟要唱的比较好，我是主要跳舞嘛，他跳舞我也会帮他看一下动作。啊对啊，互相帮忙。互相帮忙。对，好，我们看一下徐凯，不是徐凯啊，陈立农被你搞的哦。陈立农清唱刚刚好，太好听，斗赢侄子两只老虎。你流口水了。我们的家的老虎，家的老虎爬得快，爬得快哟，快把我喂。一对外耳朵的奇怪的奇怪怪怪。飞机，还会什么？没了吗？是否要逼人起了脚，亮出一条伤疤，不堪言的根在哪？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你看，是老虎。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声都慢慢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让你轻易认错，平时他已承诺，这次要突破，快使出感人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的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我喜欢你的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你要唱两只老虎啊？没有。可是他，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唱这首歌啊，嗯，对不对？对啊。那我还在付钱吗？然后没有没有。你觉得唱的怎么样，陈立农？好听耶，可是我觉得后面那段硬要放进来很过分。下面还写说这该不是黑历史吧？就是太久以前。哎、欸，很丑、欸。而且我发现他，然后会很丑吗？我是很糗，就是这么久以前那种很随便录的、嗯，而且我发现他皮肤好像以前比较黑一点，啊、因为刚刚看，哦，所以他只是说黑历史是变黑历史，应该是这样，就是比较黑的历史，比较黑的歷史，那如果是白的，就是白历史。对，好，下一条新闻什么？哦，亚伦他之前出席记者会，然后他说他那个签唱会签到右手不举，看他到底右手多不举。馆长。在竞争，喂，亚伦果然是什么都能当，
这回他出席品牌活动，当起一日网红打完直播。每一种职业都当当看，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职业嘛，像关晓雯也是网红，也是记者，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就是有点尴尬这样子的。我是，不要乱讲，对。我还是找一个人来跟我搭档这样子，我 OK。啊，要不然就你了。他可能不愿意。对，因为我镜头塞不下。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会很久，就哎。刘的网红话题，杨亚伦最近还推出了他的专属贴图。因为我这次的贴图出的是很多很贝哥哥的表情。嗯。最喜欢哪一个？表情情绪，对啊。白眼吧，看展示一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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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悔了，马上后悔。笑到吃手熟，你可以再反应。很难，因为我现在都是麦克风，我要吃麦克风吗？来啊，不要看。知道你隔壁还有双三款。我本身有一些贴纸。我才出第二款，就已经出了三款了。余承都有买经典的东西。夸张，不用买。为什么用啊？你也是出什么的？我的难用啦，不要讨论我。大家千万不要买哦，不要浪费钱。因为我知道我的白眼很厉害。白眼多厉害？就是你以为跨流不赢那种厉害。哇，很白啊！会痛。白眼翻到痛，但其实亚伦身体这个部位才真的出问题了。欠签唱会签到半夜四点，我会比你预料的还要再更久。我本来只是打算到十二点。嗯，对，我签到真的肩膀发炎。右手不举。帮你想标题。只有右手不举，其他都很举，会举。举例啦，举一反三我都很会举。哇哇哇！我是老屁股。哎，我比较好奇一个点，怎样？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新闻都？因为我就是去那边，因为我去了之后就比较好笑啊，还有我没去了就不好笑。而且我发现，就是杨亚伦很喜欢跟你互动。因为好像大家有喜欢看我去弄他，只要我每次一去，他就会有点乱讲话，所以我也很怕讲话。应该也只有你敢这样子，其他人都不敢。对。好，下一条新闻是王子之前办了一个生日会，然后非常的盛大，因为王子在演艺圈的那个人缘非常的好，所以台下有非常多人去，包含那个红丝啊、大圆啊、欧阳妮妮、欧阳娜娜，然后还有简廷瑞一系列的人都去了。一系列。然后大圆有多好笑，因为我们就冲过去想说，大圆大圆，我们来聊一下。然后呢，就当天其实谷谷在高雄也有办另外一个那个见面会，然后大圆居然就自己，你看我们去谷谷居然来看王子，我说我都还没问。你说幽不幽默这个人？直接讲。哎，可是这影片里面没有大圆。只是跟大家聊一下小花絮。好，王子生日会后台，他们有唱苦茶。祝你生日快乐！王子邱生意29岁啦，他在他生日当天举办音乐会，和歌迷一起过。一起走在星光院独家直击后台，表演前的王子在做什么呢？有一点紧张。紧张是紧张喉咙的状况，因为我们现在我是今天才上台，今天刚刚我全部从头唱完一遍，哇！所以一下帮忙唱一个，这样都没有发现我已经穿耳钉了。哎，好用心哦，真的哎！你会觉得我们家面对面很像在做那个健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支持。没有，那时候好像小乔问我说，
他就说累了就不可爱，然后我就说不会啊，我那时候很认真，我会觉得说有时候女生累累的还蛮可爱的，尤其是刚睡醒，妈妈干嘛？看来在表演前王子很放松嘛，而他为了这场音乐会准备了20首歌，超级有诚意，真的对歌迷超好的。王子这么用心准备表演，好友欧阳妮妮也很用心，偷偷端了个蛋糕，就是要给寿星一点小惊喜。几岁的歌？几岁的歌？小学6年级。别整王子啊，他可还要跟歌迷们玩到最后耶。其实我真的蛮开心的，因为其实那时候公司知道我对于主持人这样的要求，而且我觉得有吗？你这个字太会讲话，他就是槟榔舔癌歌手，又努力，然后又让主持人上台那么少次，然后自己那么辛苦，辛苦了，辛苦了。谢谢，非常开心，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跟你合作。当然没有问题。还是知道请两个主持，阿达露露一起，厉害了哦！毕竟我跟阿达也有一些交集， okay, 没问题。太爽了，辛苦大家招待我们，需要吗？徐凯浩，你说要抗议人，说我们不理网友了。对啊，而且抗议的那个人还是你的大头照。你会不会以为是我上去留言？我觉得说可能是你太想跟网友互动，然后可能就自己去留言。自己 Q 说，怎么都不互动，以后流程还要自己偷偷上网 Q。刚刚 VL 居然说，请问 Q 新闻是不是取消了与网友互动的环节？我是觉得应该可以跟网友互动一下。好啊，可是现在也没什么好笑的留言，就不断妈妈捞你一把。还有人就说在表白徐凯浩，表白徐凯浩，可他们也没有把那个表白的内容讲出来。没有，其实表白徐凯浩就只是为我打 call。对，可是重点是他应该要说他有多爱你，对不对？哦，也是啊。好，来，大家现在可以留个言，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如果说等一下有什么好笑的留言，就可以我们再回复他，好不好？好，关关是网红还是记者还是主持人？有人说镜头塞不下，你有觉得挤吗？我是觉得不挤啊，还好吧。因为老实讲啊，其实关关本人比电视上还要瘦很多，瘦一点。对，你本人比电视上可爱，可以吗？谢谢。我觉得我们以后主持可能就是要一直讲这种话。好好，你本人比电视上帅。对，你本人比电视上会跳拉 king。对，我评你为 A 加。好，谢谢，谢谢关关哥哥。啊，那你要不要回一下？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是记者。还是你是主持人？没有，他们觉得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那你最想，就是你心里最想的是什么？我都可以，就是他们喜欢我干嘛我就干嘛。所以你之后还会找另外一个出路，可能演戏啊？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大家好像蛮想要看你演戏的。你有看到吗？人数破300，我们就演一段。他说还有威胁，他说凯浩什么时候要拍新戏？应该快了。就是反正能讲的时候就会讲了，对 啊，没讲的时候就不能讲了。我只能说应该快了，就这4个字。好，好，看一下潘玮柏演唱会。
一起唱。谁被启动？天使传说中的幸福。Oh, oh, oh, I'm crazy over you.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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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use this is all about you. Yeah, yeah. 亲亲我的心，触碰我的心。请你相信我，只愿为了你而活。我我 Baby girl let's go go go， 慢慢地靠近我。 No no no， I know you love me so， 说不中的话中，请等待这份感动。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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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e go 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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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敢牵强，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e the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孤独 rich million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平慢，这是不合逻辑，打到受伤地方转。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Big shot， hurry 打破迷思，勇士转弯。KO， 你才是搏命，有够劲比你清醒。上次心动心猛 ，AKA。忘了气氛，努力三分靠运气。他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波逐流，背后是他 too。这些年一了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oo？ 心里看着别人忘了谦虚 ，act the fool。回家迷路，收回代价，天地是 hands up。丧失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觉会更一样。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now。自从徐凯浩说要破三百人要演戏之后，人数已经一举降到190了。好，那现在改，我要改口了，破200我就演。太容易了吧？结果重点是现在还一直往下掉。我看现在还有更危险的事，因为下一支影片是我跟 Kimberly 的合唱，人数会直直落。那这则新闻还要播吗？可是因为有很多网友说 Kimberly 是因为跟我合唱完才拿到 A 加的。我有回复他们说，嗯，应该不是。我觉得你就是个福星嘛。我觉得等一下看完这则新闻，你应该要唱一下，看你有没有进步。好，有道理。真的吗？我觉得有道理的。哎，人数上升了。哎，你可以演戏，破200。还是要300，但是破200，你等一下就要唱一下。好，如果现场 live 版的，维持在200回来，我们就可以唱这首歌。好，好，我们先看下 Kimberly 跟我的合唱。大家不要走 ，A 加 A 加。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今天来 challenge 挑战这个单元，然后我要介绍我的 partner in crime。好，所以今天你带了什么样的歌曲来跟我挑战？我带了我的经典歌曲《爱你》。你有准备好吗？啊，我希望。因为我跟你讲，今天魔王有点感冒。对，我知道，所以不要唱太用了。不知道会变好听还变难听，这个我们也没试过。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好好啊。就这样爱。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
感觉不错，你感冒了，我觉得很棒。哎，刚有飙歌的感觉。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你可以指导我一下，就是大概精华在哪边吗？哇，你可以用假音，你就不用太用力。哦、你有多么宝贝。有那个 Mariah Carey 的感觉，真的，你的那个横膈膜，要很用力的。那我整个往上会有帮助吗？我觉得你往后反而比较这样，有没有？留在你身体里，我要多么宝贝，我爱你，爱，对对，你要多么。这样贴近，因为我们爱情会一直没有距离，最美丽。哇！哎，第二次真的做错了，有进步了没？有，谢谢陈芳宇，谢谢，谢谢，谢谢陈芳宇。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一步扭扣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我们算算算，没有，你重点那一段要唱出来，哇哇哇哇哇哇。可以了吗？哦，可以了。你横膈膜是有练是吗？我们哎，横膈膜在哪？就陈芳宇训练完之后是有差的。哎、欸，真的有变大横膈膜。横膈膜哪有那么下面呢、啊？好、啊，我觉得你本人唱的比电视上还要好听。那我就放心了。哇哇哇！你知道今天是有来宾的吗？好，我们。好了，我觉得我们要请真的会唱歌的人来，对，就是不要我们两个在那边闹。好，欢迎 No Name。邵文凯，好，你们好，我是 No Name。好久不见， yeah, 好久不见。你今天到底来干嘛？我今天是来听歌的啊。听歌。对啊，你刚刚唱的这么棒，你看我特别带了一把琴来，来帮我伴奏。哎、欸，有没有开心？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唱一下，我们两个就轮流唱。应该是他。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唱到的机会。没有，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直接先带来你的那个新单曲啊！对对对对，差点忘记了，我发了一首新单曲叫做《八八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八八八？你写歌的时候有塞车吗？还是什么情况？对，没错。
就是要写一个塞车的状况、啊。真的塞车啊！如果说塞车的时候，不大家心情都会非常不好嘛。对。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用一个比较幽默的心情去转化的话，那我觉得在面对人生的很多困境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我们弄一个很开心的想法去自嘲的话，我觉得碰到任何的困境都会变成一个顺境，然后会带来给自己好运的感觉。所以就叫做八八八，它刚好也是听了会发发发的意思。哇，好硬凹啊！被你发现了。所以这首歌其实已经数位发行了，所以大家其实都听得到。对，四月二十。那有没有办法现场来听一下？好啊，来，这个是需要钢琴的吗？这个是需要麦克风就好。好就是啊，像一个麦克风到底在哪，他的麦克风看起来很贵，我都不太敢乱拿。不会啊，这制作单位的、啊。这是你专属。哦、不是带来的、啊。没有，我前几天来也是拿这支。对啊。我们新的朋友，新的麦克风啊！嗨啊，我刚刚还想说，怕他摔到他专属的麦克风。没有了，这个是。好，那就没事啊，没事啊，那就用这个唱一下可以吗？有，不断提醒我要唱歌，这个 vocal 有。好，那我们就，好，这首歌叫做《八八八》，可以帮我从头放吗？谢谢您。音乐可以大声一点。好，从头放大声一点。也希望大家听到了可以给我一些 feedback。我说我看起来跟你差不多年纪，你应该要高兴吗？可以 ，Mr. Mr. 当爱塞车了，不如享受这从容的片刻，哼首歌让街道喇叭声为你唱和。累了就先打方向灯靠右，再往梦想的车道紧接坐，回忆在后照镜里变淡的啊呜，在大冷天亮了哦哦哦哦，哎，你怎么不帮我伴舞一下？不是听说你会跳舞吗？跳这种的可以吗？为什么要跳的怂怂的？好了，这首歌叫做《八八八》，希望大家会喜欢。哎、欸，塞车的时候可以写出这种歌也蛮厉害的。其实它就是有那个副歌，原本呢是完全都没有歌词的，就从头到尾都是八八八八八到尾。那我们公司后来觉得说太偷懒了，给他们赚到钱是觉得很好听，可是这样好像还是有点意思在里面。要不然其实原本这首歌里面的副歌全部都是。假装是喇叭的声音这样子，撞声词的八八八的意思。但这首歌听起来是真的会让别人想跳舞，就是感觉是最后真的就是，只要塞车的话，就真的要听这首歌。因为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啊，很舒服。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曲风，这种曲风是算什么曲风？它是有点 funk 底，然后比较摇摆 swing 一点点的感觉。对，因为跳拉丁。跳拉丁就是那个 funk， 怎么了？对啊，这句看好怪哦。他说我蛮喜欢这种曲风，那、啊、这是什么曲风？你喜欢个屁啊！你喜欢个屁啊！因为我其实就没有，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曲风，但是就似曾相识啊，因为我不太敢乱讲，我不知道怕讲错，因为大家一定都听过这样子的曲风啊，可是比较少人会去说它一定是什么要学名什么的，就不用了，没关系。但其实我跳拉丁都是用 funk 乐在跳的。真的，对啊，其实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副。点是比较利落的，对，比较 upbeat 一点的，对啊，有吗？这样有吗？哦，这个是在弹，这个是在弹贝斯的样子，而且还是很八零的那种。今天 No Name 特别带了一个 keyboard 来，对不对？是，你想唱什么歌？哇，真的是有厉害的事情要发生。因为我跟你讲，很少人会带乐器来我们棚内哦。真的吗？因为基本上我们棚就是也放不太下那么多东西，只是我们搬到一个太大了。我们以前是个小棚，就是我们在换大的时候就可以带乐器。对啊，今天很宽敞，还可以这样跑来跑去。我们下个礼拜会有20人交响乐队。我可以再来唱一次吗？可以。好，那你今天有没有准备厉害的歌要跟我们分享？我网友也可以点一些歌，但是前提是点到要我们会弹的了，好不好？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现在点个歌，然后只要我们 No Name 会唱的话，也会帮大家唱。因为 No Name 其实在网络上跟之前都唱过非常多厉害的歌，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直接来一首，要不要跟我一起唱？好，这是什么？
我要快乐吗？我刚刚想说我要那个拉长音拉得很长，一直在看你，一直看你，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进入，怕打扰到你这首歌。没关系，等下你还会有机会的。对，因为今天准备的一些歌曲都还是蛮经典的，所以你们一定会唱。翅膀，翅膀，好啊，来。翅膀。那刚刚为什么没有唱？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歌词蛮小。你早说嘛，你可以过来我这边啊。好好好，我看到翅膀不得了了。这个应该是你会的哦。所以是你真的会吗？可以，我真的会啦。用你给我的翅膀飞。等一下，你的 key 好高。我不懂什么是 key， 我就是唱我自己会唱的地方而已。好，如果是我们先对一下。没，你不用迁就我。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不不是伤悲，傻眼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了，我帮你起 key 好了，等一下。同样的题材，同世界，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你可以直接升一整个八度唱，我真的分不出来哪边是哪边，你 better 逼我了，就感觉他的声音已经要爆发出去，可是又为了我的这个比较低的感觉又缩回来。我真的没有为了你改变任何事，就
就觉得要高八度上去了。今天当然还要准备很多很厉害的歌，对不对？对啊。还是我们要看网友有没有点什么。对啊，我们可以聊天一下。好，我来看一下有什么厉害的歌好了。有人说我怀念的，还有单。我怀念的可以。单是那个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不好意思，不能全部人都站过来，会拍不到。可以吗？就是一个人过来代表看就好了。你们回去你们的位置。我怀念的可以吗？我会唱副歌了。我们还有开门见山，然后点一些可以弹的好不好？几分之几？然后后创世纪。后创世纪是我上一次的单曲，连名带姓。因为那个是比较那个有点拉丁节奏，所以钢琴是比较不适合。对啊，但是我很喜欢刚刚有说到一个那个，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会想要爱你的冲动。哦，差点忘词。你现场真的好好听哦。谢谢你。我们站在这边压力很大、欸。你不是说你不 care 我吗？压力我 care 我自己啊。好，今天还要准备一首《寻人启事》，对不对？哦，对啊。我看到这个歌单的时候，我兴奋到不行哎、欸！怎么会有这首歌？因为很少男生可以唱得了这首歌哎、欸。其实这个写歌的人就是我朋友，他叫那个想不起来了。他是，我看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准备很多歌，可能找不到《寻人启事》这一张了。哦，找到，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找。找到，哎，徐凯很会找哎、欸。我以前就是专门找歌词。我在偶像练习生不是学唱歌，是专门帮别人找歌词，然后帮别人抄歌词、印歌词。哇，我看，那你真的是 A 加加，你真的表现，我这个专长好，李荣浩都选你过关了。对，好，《寻人启事》来了。好啊，哎，这首不得了，因为我跟你讲，我没有听过男生唱这首歌。除了徐佳莹以外，就是我唱的。我现在压力好大。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都是时间，你在哪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时间的错在回到你身边难以寻，而缘分的细腻。清楚的你的脸，我多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我会找。已经看到荧幕，你们在后面跳舞好吗？没有，我们不是跳舞，我们是有一个气氛在，就现代舞，你知道？还可以吗？喜欢吗？喜欢，可是他已经有点感动了，因为他本身最近有在寻人启事啊。哦，真的吗？我就看两个小时节目，找不到人。喂喂喂！难得起。
我刚刚在最后一首歌之前再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新歌已经数位上架，对不对？对，4月20号的888这首数位单曲已经上架了，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合法的下载网站上面去多多的支持我。那接下来有演唱会的消息呢，还有是有这个活动的部分，可以在 Facebook 搜寻 No Name 于全冰，反正就是锁定他的粉丝团，随时都如果有见面下去跟大家说。是的，没有错。刚刚有讲到的重要，就一定要去合法的地方听。因为如果你硬要去非法的地方听，我们是会报警的。因为毕竟人家现场他也拿不到版税，他是会不爽。对，就是支持正版，合法下载了，支持正版了。因为就是做音乐其实就是很辛苦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正版，才会有更多很好的音乐可以呈现给大家。好，说怎么没唱自己的歌？对啊，最后一首你自己选好了，你想唱什么歌做一个 ending， 我来帮你找一下。最后一首歌吗？对，你想唱你的歌还是别人的歌都可以。我。我主要不是哪一首歌，主要是剩下3分钟了，那可能要选快，可能要选快一点的。啊，你选什么歌我们不太 care 啊，主要是现在要决定好哈。好，导播我在吹。不要这样子，我唱一段副歌就好了。啊，这首歌可以慢慢唱。可以，那所以可以超时的意思吗？副歌可以唱个5分钟。可以，这首歌太好听了。看这些遇见，别再让它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耳语中，就像在颤抖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暖的感受。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我是此刻。其实还有2分钟，对不对？哎，还有两分钟，你可以再弹一首你想唱的，还要再弹一首自己我想唱的吧。真的吗？本人的歌，对，那我可以清唱吗？好，可以，可以。第一次是借由这首歌跟大家见面，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这首歌叫做《爱情带来改变》，那时候你应该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受精卵。好，这一段副歌是我要恋爱，心中那个女孩 ，She's the one， 给我新的希望，就算世界中许多倾盆大雨，我无所谓，爱情就是。一把伞，哦，这个转 key 转到自己都有点不晓得。这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歌，然后呢，希望大家还记得，然后新的歌也要请大家继续的多多的支持，谢谢你们。好，新歌已经在4月20号礼拜五数位上架了，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合法下载。然后呢，如果想要跟 No Name 见面的话，记得锁定他的粉丝团，对最新的消息。对，谢谢 No Name，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科新闻再见，下礼拜二，拜拜。拜拜，还有20秒，是不是？还有20秒，接着挥手吧。好，4月28也欢迎大家来看我演唱会。4月28号演唱会，马丁林爸，谢谢大家，拜拜。